就是一种蔬菜跟一些跟香料的那些汤，然后我们跟 Japanese rice 一起煮，然后我们也是掺一点，这个是汤也不会死的，明白吗？这是无论我怎么样现在都啊，这个是你身边很多朋友，你这个身边那个不会从。Some love you, some love you.